到了找工作的季节，如果你拥有下面的神技能，一定能得到老板的宠爱哟。嘿，下一位，哈哈，遇上了花式秀恩爱，只能说你们城里面的情侣真会玩。见过一脸懵逼的，而这里来了一群一嘴懵逼的。小编我仿佛看到了犯了路痴症的自己。朋友养这货已经花了十多万，还得花很多，不过长大了能说话也能挣钱，心不重呀。